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，这是一个日本作者做的一个小游戏啊，据说非常短，名字呢叫做《赎罪之钟》，但是大家看这个标题画面上这个背景啊，很明显是一个秒表嘛，可能是因为这个日语里面啊，钟和表都是用这个汉字"实际"两个字再加上前面的来表示的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啊。这个音画的英文版就叫做《赎罪之钟》了，不管我们钟和表区别也就一点点了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我不想杀你的，原谅我吧，我爱你呀！不对，这个感情太充分啊，如果念出来的话，这个声音太响了。我还是念得轻一点，也就是呢，在人群之中，我们的主角，真的发生了。我告诉过自己，我没了你绝对活不下去的，我无法呼吸了，我的命，生命就这样结束了。他们会找到我的，应该是这警察吧，先生，黑衣人啊。我吗？是的，你啊，大家看啊，刚才我们这个对话框啊，不是对话框，是他思考的内容，所以呢，现在就展示了这个黑衣人的读心的能力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这对话框一样，是心里的想法。你有着悔恨，什么？内疚啊！你虽然极力隐瞒，但是我明白你的挣扎，你的困扰。你是谁？假如你可以往回拨时间，那能怎么样呢？这是赎罪的秒表，赎罪啊，我们就叫它赎罪之钟吧，尊重原作者嘛。这是赎罪之钟，带上它。好啊，那你快走啊，你挡我路了。你他妈坐在那儿说什么挡路呢？好，我们主角从这个神秘黑衣人手中拿了一个秒表，我用这个做什么呢？不，他不可能真的。按了一，我们时间停止了。我们真的时间停止了。什么情况呢？这就是我吗？走啊走，嘿，是你做的吗？对方也被静止了，没有反应。竟然往回拨了，往回拨了，我们对话通通反过来了，然后我们要回到凶杀现场吗？真的起作用了。如果我可以再往前拨一点时间的话，哈哈，我就可以再次见到你了，我会回来的。这不公平，谁都不能，现在我们这个。头发是青色啊，有点透明的，是我们这个时间中的主角，应该是啊，这不公平啊！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像这样来改变你，但我回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发生的是一个错误，我会证明这一点的。好，谋杀现场过了，好，这一次会不同的。X 显示时间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个钟了，我们现在还是静止状态，然后我们看，这个电视机闪闪发光，应该指的就是我们可以和它交互喽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它关掉了，然后时间进行了，切，又不是停电，有人在抓门。我们主角进来了，我找到你了，什么？你是谁？妹子不认识我们主角吗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爱你。你有什么病吗？我靠！住手！やめて！什么？
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哎，这个激情戏啊，音效出来啊，上帝啊！哎，我们现在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存盘功能？我不敢按 ESC 卡，按了 ESC 出来的话，直接跳出了怎么办？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提示啊，不对，关掉的话呢？刚刚啊，这个电视与其说是提示，不如说是因为它开着，所以确实有着。我们自己欣赏一下这个场景啊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们没有办法和人进行操作，拿起刀，这是很尖利的刀，可以杀人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拿，那就说明我们不能杀自己了。但是既然它放在这里，哦，不对，我本来以为呢，我们这个最后主角啊，可能会像某部电影里面一样，想来想去，最后的方法也只有牺牲自己才可以救到女主角。然后呢，哎，我们进来了，这个门自动关呢，在停止的时间当中都能自动关。我有倒影，尽管时间停止了，我竟然有倒影，这很奇怪吧？这绝对很奇怪，不科学。当然，停止时间本身就不科学就是了。电话时间停止的时候不能打电话。这是你的床吗？真希望我可以睡在，和谁一起睡好像细节还挺多的啊。好，我们出来了，那怎么样？我们直接出去吧。哎，没有这个对话劝阻我们不要出去吗？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水槽、炉子，拿出花瓶，看上去很重，等一下要用来砸脑袋。来，我们进厕所。抽水马桶，里面有一股味道啊！我在说什么呢？还真是个绅士啊！果然就是一个跟踪狂啊！追到这个妹子家里来，很漂亮的绿沙发，闻上去很香，太绅士了。花，哎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拿椅子，椅子不能用呀。那我们现在没事情做了。只有这边一个鞋柜了，鞋柜也没用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难道就只能让时间停止了吗？只能让时间再开了吗？还是有其他什么按键呢？还是再开一下电视？不行呀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让时间进行吗？哎，哦，我们时间有了倒流了，变成，我们觉得这样不行。啊，也就是说弄电视机是不行的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还是说不同的场，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的场景吧。是什么声音？好，有人进来的声音。啊，有人在。如果电视机没有一开始没有坏的话，天哪，你是谁？我要叫警察！不不不不不，你听我说。不，请你从这里出去。你不用害怕，我爱你呀。哎，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静止了。我们现在关电视可以吗？好，关掉了。哎，现在变成了只是一个静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停止，然后关电视的话，也不是最好的结局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姑且往前一步看一看，电视怎么？趁现在！这个真的是提示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点里面要找到正确的操作方法。那第一个时间点呢，我们是不要关电视，我们等男主角进来之后再关电视。然后现在呢，又有三个选择，我觉得关灯应该是不靠谱的。因为这样女主也看不到路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关了灯。哎，你对门做了什么？啊，你在这儿啊！哎，拿了刀。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猜，只有一种方法，让你成为我的。这个又进入了最差结局啊！全都是。满满的都是死线。那么关灯不行，躲厕所间呢？估计不太靠谱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逃不了的。啊，你把自己给困住了。不不不，没关系的，你不用害怕。谁可以来阻止他？我爱你，不要哭啊。不要让他这样做，停止他。你在对谁说话呢？你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爱？你就不能感受到我的爱吗？竟然还是用这种，还有不同的死法。我看不下去了，我一定会阻止他的，我发誓。看来还不光有这个，果然用这个椅子才是比较合适的方法。哎，那我们这样岂不是会先绊到女主角吗？难道是想让我们主角觉得很害怕，觉得很诡异，所以逃开吗？我们看一下时间进行啊，哈，我杀了你，然后我也一起死。我不是想要绊倒他，是还是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？我不太理解自己。他自己一个人就要逃跑了，或许我不应该。哎，还真的是三样都不要做吗？他自己逃得好好的，我们不需要这个。好，我们直接往前。男主角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再用这凳子。我们刚才被卡住了，现在还好。然后，但我们选了这个之后啊，估计这是正确的道路。我们看一下男主角到这里的时候，男主角到这里的时候开门会，哦，不对，现在我们就只剩椅子一个道路了，好吧，进行吧。啊，吧唧，哼，他把锁给弄坏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女主拿着刀。别过来，我会杀了你的。你下不了手的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别过来！天哪，我必须这么做，我是被逼的。你杀了我？难道你不爱我吗？你恨我吗？我还可以有什么做的不同的呢？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做的不同的吗？这都可以吗？我觉得，要想让主角成功抱得美人归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是什么也不做了。什么也不做的话，不就是之前的门的结局了吗？天哪，他弄坏锁了！你在这儿啊！拿了刀，不，饶命！你是我……哎，那就不对呀。那就说明，也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没有其他可以进行的道路。难道我们要把刀拿走吗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先把这个椅子给弄下来，然后刀可以拿走吗？不行。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电视机现在也已经不能用了。哎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还要再往前退吗？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三条路都已经选过了。还是说，哎，我们先把灯关了，然后再这样，卡在，哎，不对啊。这样不对，哎，但是我们刚刚有这个组合啊，刚刚有这个组合，我们好像按了这个灯的开关之后啊，还可以选择其他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有了新的组合。我们先把女主搬一下看一看，哎，还可以三样都选。我们先来这样吧，啊，不准动！哎，感情戏啊！不，我不想这样。哎，这就死了。男主角，你这个下手略快，实力略强啊，一下就搞定了。
我们丢了这个，不对，我们现在不能丢这个吧？我们三个一起开会怎么样呢？然后我们最后试一下光关灯和光这个开门试试看。啊，看来这个只要被弄住的话，就完全是同样这个不太好说的结局了。啊，好，我们不用椅子，我们直接关灯，然后开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样会如何。哎，我们男主角摸摸索索的，你去哪里了？哦，看来这才是正确的道路。天哪，门不会开，我把锁弄坏了，哈哈哈。啊，但是我可以修好的，你别担心啊。啊，我只是不想让你逃跑而已。好，女主去要打电话了咯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但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可以操作的。我们现在在弄椅子吗？椅子也不可以操作了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救呢？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什么也做不了了。难道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有可能让我们等一下要进门去之类的。我们先继续进行看一下。喂，不要对我这样做！有人闯到我屋里来了。嘿，听我说，我的地址是……求你了，快点！快和我说话，见鬼！啊，好吧，我自己来。哎，门就开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把这扇门也弄坏了。原来你是这样进来，原来就撞两下，现在你是我的了。你究竟想要我什么呢？什么也不想要，我爱你呀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竟然是，哎，门已经被锁了，没办法从外面打开。果然，刚才这个直觉是正确的。我们刚刚没有可以操作的内容，只有这个可以进入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进一步进来。但是，对啊，我们一直也都是需要开门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也不是灵体状态。毕竟我们可以和现实世界互动嘛。好，那么现在对这个镜子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先看一下正常情况吧。不要再过来了。你只要告诉我，假如你也爱我，不就行了吗？不，我不会这样，请走。我太爱你了，你根本不理解我这样有多难做。哎，啊！哎，我们直接跳窗了。也是一个，哎，但是我们这样跳窗，怎么能算坏结局呢？这不是一楼吗？难道这不是一楼？这是在很高的地方，哎，而且我们可以从里面出来，却不能从外面进去。好，哎，而且我们现在也被困了，哎，这真是又要看一遍剧情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一点点时间，我们进来，继续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主角撞门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镜子到底是什么作用。好的，镜子，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。哎呀，果然啊，果然是要吓跑主角这个展开。好，我赶紧跑。好，女主跑出去，等等我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先看一下，什么也不做的话会怎么样？你到底想要我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啊，我只是想让你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啊。好啊，我或许可以做到。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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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。被入室。停，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！你这个蠢货！我是爱他的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
那我们还要一步步看着。来，好，把门打开。那么之后会是怎么样呢？女主，哎，男主这个为爱痴狂啊，盲目啊，完全不知道女主到哪里去了，现在才发现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肯在我身边，都要从我这边跑开呢？为什么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你自己在逃离你。我们这女主突然之间太折了吧？是你自己在从自己身边逃开啊？什么？你是在逃避自己啊？你一定要看啊，这个你一定要自己发现，自己搞定才行啊！我一直以来不就是试着这样做吗？很久很久的时间都是这样，但是我知道你自己也可以把这扇门打开的。但假如你冷静下来的话，我会把门打开。你发誓承诺？他就在那里。哦，警察很快，这个效率，不准动！我在里面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现在不会受我的伤害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吗？我不能让这个秒表再往前了，赎罪之中啊！我想啊，看起来哦，他这个钟呢不能再往前了，没法再进行了。然后他说啊，看来被抓住并不是赎罪啊，看来还需要做一点其他的事情。第一，我毫无价值，不管我做什么，最终内心丑恶的我总是会出来。我最终，我现在才意识到，我毫无价值，垃圾。我好恨我自己，我总是看着你，却没有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丑恶。我想要为我自己的罪孽赎罪。让我们回到最初吧。我估计这个就是在没有来之前了，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吧？哎，怎么还是这样？对，我们要回到最初，回到最开始的地方，在我们进来之前，甚至在我们相遇之前，在我们第一次见到女主角的时候，我们让我们的男主角不要见到女主角，但那样也不算赎罪啊，那样只是，哎。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现在这个刀在闪，我们不能再往前了。什么声音？我们等男主进来之后啊，选择这个刀。你个混蛋，从他的生命里滚出去！原来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把自己杀死吗？我回来了。原来这只是个梦境吗？谁也不在这里，是梦吗？但是，好像这个表是在，哎，那就是没有表了。现在，我只能继续向前了。那么，我们的主角是否真的拿到了这样一个赎罪之钟呢？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他真的把自己过去的自己杀掉了，然后现在的自己还在继续活着，女主也活着呢？还是说他所犯下的罪，确确实实的已经发生了，然后他继续下去指的是去自首，还是就这样逍遥法外的活下去？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游戏呢就到此结束了。其中的种种这个剧情啊，种种展开，就请观众朋友们大家自己去理会，自己去理解了。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迷之声，拜拜。